欢迎大家走进4月21日的悦动首尔。今天的开场歌曲为您带来了 NCT 127的 Cherry Bomb。假设我们每天早起一小时，一年就多了365个小时。天哪，早起一小时一年，那就等于说我多醒365个小时。好吧，那如果把这段时间好好加以利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坚持一年后会觉得没有什么是自己做不到的。那有时候差距就是这样拉开的。每年早1个小时，每年少睡1小时，睡到后来24小时，全天醒着。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大家发的留言。第一位7608님，러디안녕하세요저만의일찍일어나는방법은자기전에일부러알람을두세개정도맞추고난이때안일어나면망하는거다꼭일어나야한다하면서최면을걸고자요그러면알람이울리지않아도저절로눈이떠지게되어요오맞아진짜맞아요저저그그그뭐냐저그옛날에휴가때중국가서쉬잖아요휴가때월막진짜오래집에있고싶어서항상새벽비행기잡거든요제일아침비행기잡는데그래서한5시6시정도일어나야되는데근데평소만약에딴것때문에5시6시일어나야되면진짜못일어나는데알람들어도잘잤는데근데역시휴가라서알람올라오기전에한4시반정도깼어요알아서깨요깨고막준비하고언제시간다하지빨리출발해야지생각하면서빨리출발해요진짜그게맞아요네그리고저만약에어쩔수없는상황한이런저진짜일어나야돼꼭일어나야되는날이면저알람한진짜뻥안치고한7개8개맞춰요 7, 8개네그래다음댓글洛小塔可以每隔5分钟设置一个闹铃，这样会起来。妈的，就我就是这样的方法，我就是这样的方法。如果有行程的话，我就是一直这样。下一位，早起早读人，天天得6点半起，辛苦你了。7215，러디안녕，저는일찍일어나려면전날밤에일찍자는편인데잠이안오면그냥안자고가는게마음이편하더라고요그럼다음날죽지않아요? 다음날죽어있을텐데철러만의일찍일어나는법은뭔가요? 저는알람못들어요저알람맞춰도못들어요아그냥진짜몰라요그래서전화가와야저깨거든요그래서항상매니저누나가전화올때철러씨이제내려올게요네그래서이제슬슬일어나서준비아니진짜그러고싶지않은데알람못들어서진짜미치겠네요 네好的那下面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参与节目可以发送短信的井号1013每条短信的通信费用为50韩元长短信是100韩元也可以发送邮件到 tbsefm 的直瞄.com 或者下载 tbsefm 和我们互动幸运的听众可以收到我们的小礼物敏感한피부를위한도마코스메틱퐁당에서화장품세트를드립니다期待大家的参与
好，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哪些听众发的留言了。我刚一直就是今天放歌的时候，我刚一直在看，看那个我们今天新出来的 content， 就是我们一起出去旅行的那个。我看我们打乒乓球出来，那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是 NCT 的最强乒乓球玩家。但这是真的，我没有。如果我不是最强的，我就不会拿出来说了，因为这种大家可以从物料里面看出来我们实力的差距。但因为是最强的，所以才出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有多强。就，哎，算了，不说了，都已经说了我是最强的，有什么好说的呢？就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也没什么特别的，我只是跟大家说一下，我是。不说了，怎么这么不要脸呢？先来看一下第一个留言。안녕하세요저는 Stephen Curry 팬의팬인인도네시아대폭에서온타샤예요오늘의 TMI 저는사실쉽게친구를사귈수있는타입은아니지만지금은소중한친구가많아요 NCT 드림이라는같은관심사가있어서그런것같아요 NCT 드림팬인게너무행복하고고마워요러디정말좋아해요감사합니다 그냥편하게뭐굳이일부러친구사귈필요없고그냥자기랑잘맞는사람편하게자연스럽게사귀는게제일편하죠다음분帅气可爱的乐迪和 PD 姐姐晚上好呀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燕燕今天我和朋友打了通电话我们开始聊起了我们大学的一些烦恼的事我们还没进大学正在等待申请虽然心里很着急但是我们现在能做的事就是等也不知道我们会等多久希望一切都能顺顺利利的进行成功进入我想去的学校嗯希望你能够成功不用着急能肯定能进加油那感谢大家的留言也期待大家发来的 TMI 留言请发送到井号1013或者 tbscfm@gmail.com 注明今天的 TMI 那在正式进入栏目之前呢送上一首歌曲一起来听来自 Charlie Puth 的 Attention
Hello， 大家好，乐迪好，好久不见，真的。最近周三好像总是听到你们有聊起我吗？大概都是因为大家太想你了，想死你了。怎么样，跟坤哥一起做电台，会不会感觉轻松很多？坤哥是谁？啊？我现在只认识乐迪。这可以啊。怎么样？这很满意。接不下去了。这让我很美，我就哦，一开始不错。是吧？坤哥是谁啊？希望坤哥没有在听。放心，他不会听的。他代替我做的这几期，不说了，不伤他心。好啊。那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是哪里呢？嗯。今天呢，我们去这个韩国首屈一指的这个旅游区啊，这个地方我觉得很多朋友在影视剧当中都看过，是哪里呢？就是江原道，Gangwon-do。嗯，江原道很漂亮。对呀。那听说你来韩国第一个旅行地方就是江原道？对，当时我也是很好几年前吧，第一次去，当时就是应该是夏天的时候去的时候，那时候是在这个海边嘛。然后你知道，我们知道这个江原道是那个东海岸特别特别的美啊，嗯，就很多海水浴场啊什么的都非常的漂亮。对，江原道真的很美。嗯，但不光是夏天了，其实春夏秋冬它四季其实都有各有各的特色。但夏天我觉得海边还是夏天是最好。对，海边是入水的话方便一点。对，像登山啊什么的秋天去也可以，或者是滑雪冬天。哇哦，你滑过雪吗？嗯。怎么样？你不要再问了，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哦，不好意思，又是原来的味儿，又回到过去了。还是坤哥比较好。好，那听说这里有一个和韩国的纸币有关的景点。嗯，这个地方其实是非常非常适合春天去赏花的时候去啊。这个地方呢是在这个강릉江陵，叫우주컨，就是우주轩。这个地方呢，其实。它为什么叫乌竹轩？就是它那个竹子是深色的竹子，所以它叫乌竹轩啊。它这个门口处就可以看到有，你知道这个五万元韩币，它那个、五万元韩币，你有吗？我看一下，我挺有钱啊，就是人感觉身上得带点现金。五万元，你应该没有啊？有啊。五万元韩币，对啊，它那个正面，你看那正面那个图像，其实就是新三明党。这个吗？对。这个地方乌竹轩其实就是他住过的地方，哦，对，然后还有五千元的韩币呢，是他的这个儿子立谷。我看看有五千元。你有吗？好有钱，富人。什么？五千元没有？没有。我觉得一千元和五万元是他的这个儿子，还有他就是应该是母子他们住过的这个地方，所以说去的话可以去看一看，然后也可以拍拍照，因为他那个纸币过去的那个纸币上。它有那个拍出来的那个照片风景，你现在去的话你还可以拍到。嗯，它有专门拍照的地方。嗯，那江原道也是一个赏花的好地方。对，刚才我说我妈妈肯定喜欢。我也很喜欢。妈妈。我也很喜欢，上次还叫我干妈来着。你可以，我觉得你跟我妈会关系很好。嗯，志同道合。阿姨们待在一起肯定会比较。对，而且特别喜欢拍花嘛。为什么我说阿姨们早立会站起来瞪我，我又没有说你，我是接了死哟。我觉得我的这个心理素质还是比较好的，你看我多么镇定。我跟你说为什么他会站起来瞪我。他估计我没有说他自己뭔가찔렸겠죠찔렸나봐요我本来还想问你有没有这个就是在这种就花海就花丛当中拍照的那种 tip。 我摆拍 pose 的。我没有，我不摆，我不喜欢摆拍的。那跟那个跟坤我好像差不多，上次他也是这么说的。是吗？他也不太喜欢摆拍。他不喜欢摆拍。哦，不是吗？他不喜欢摆拍。哎，我记得上次为什么我就这么不信呢？看来是不好意思。我感觉他，我觉得就因为不是说
他怎么样？是以我对他了解，他是一个非常pro的idol，所以我感觉他应该很会摆拍。没有，我就说就是一般去这样景点拍照。嗯，那倒应该是吧？我觉得你们可能就反而像我们这样比较喜欢就是用手机拍景，不会拍自己，不会拍，因为拍太多了平时。对，之前我跟我妈一起出去玩也是，我妈就是过去乐乐过去给你拍张照，然后不要，是不是就这样？对对对，让我们让过去给我拍张照，我不要，不想拍，让他说拍一张呀，拍一张，来都来了，拍一张，然后去就去，然后表情就一脸不想拍。本来还想从你那边拿到一些这个好的一些诀窍什么的，拍照诀窍，看来是完全没有可能了。好的，那本来我们这里要听首歌曲，但我们聊多了。 又不能听歌了，我怎么感觉似曾相识？这个情景好像曾经，但就一会就不是有两首歌吗？本来现在放一首歌，还有一会要放的歌，你想介绍一会儿就是一会儿结束时你想介绍哪首歌，你自己定。好吧，看你。对，那我们继续走接下来的流程。那我们刚聊到的是江源到的春天嘛，那江源到夏天的美景，那就是海边。 <笑>对呀，太了解我了。那江源道有很多那种著名的海水浴场。对，今天我们介绍的是洋洋。不是，我们认识那个洋洋。不是，我知道洋洋有个地方洋洋。对，你要介绍那吗？是啊，我今天就想介绍洋洋那个地方，叫襄阳。那个地方有一个海水浴场。我们俩今天有点这个心有灵犀。都合作了快一年，有一年了吗？没有一年吗？ 没有一年吧？那刚才都没有时间听歌，才六个月。你还好意思说吗？啊，刚才都没有时间听歌。啊，不多说了，不说废话，不好意思。忘不开合作六个月，为什么感觉已经合作了好几年的感觉？你是觉得就是跟我一起合作，是不是觉得很无聊，所以觉得很长？不，幸福的时间都是短暂的。哦，好吧。时间就感觉我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嘛。啊，就我以为时间过得很快，说明我以就是。 就挺能编，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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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继续说吧。这个地方叫这个，就是你说的这个地方，在洋洋哈，叫洛山海水浴场，它这个就是那种白色的这个白沙场。哎呀，对，而且我当时去的时候，这个地方水深不是特别的深，还好，所以说很适合作为这个浴场，而且很多人在这里边这个。 你想说怎么了？我看到评论里面跃动首尔四大美女，四大美女，抓马兰兰，PD姐姐和草莉。我觉得十号时候应该得叫一期，就周五的 Random Radio 应该让PD 姐姐出演一次。我跟你说，出镜呀，嗯，必须得出来一下。我跟粉丝已经说好了，粉丝已经希望 PD 姐姐出来，是希望 PD 姐姐不要让大家失望。好，我们继续我们。好。 我是想说，这个很多年轻人啊，特别喜欢在这个地方冲浪。嗯，但我是不会冲浪，我当时去的时候，我看好多年轻人在那里面学这个冲浪啊什么的，所以觉得看起来非常的有意思。你会不会冲浪？啊，你会不会？我不会。我也不会。那这有什么土特产吗？土特产的话，洋洋这个地方呢，是有这个真的特顶级的那种，叫我们叫这个松茸松菌，就是松一菠萝。松茸啊。 松茸超好吃的，吓了我一跳。就很补，对身体很好。对，你有没有觉得吃这个松茸有点感觉像在吃个吃肉的感觉？那倒没有，没有。好吧，好吧，过了。那倒没有，但我不喜欢吃蘑菇，我不喜欢吃香菇，不喜欢吃蘑菇。但是这个你喜欢吃？但是就是这种就是松茸，就是菌类的，我喜欢吃那个，我就喜欢吃松茸。哦，那这个地方就有那种这个葱一婆是葱棍儿。 啊，真的？对，也特别特别的好吃。但是它这里在那里买松茸的话会不会便宜一点？没有，很贵的，因为它这里面的这个松茸是那种就是特别特别就是自然的，完全就是天然的。嗯，不是那种养殖的，而且非常的贵，价格比较贵，也可以作为这个礼物，哎，送给你妈妈，非常喜欢，我觉得。好的，好的，那我们第一步的最后，我们第一步的时间就差不多嘛。第一步的最后，我们听什么歌呢？ 我决定，我们听这首来自这个英国的独立乐队啊，叫做这个 Fickle Friends 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 Swing。
好的，那我们最后就来听这首来自 Fickle Friends 的 Swing，我们第二部再见。欢迎收听《悦动十二》第二部的节目。第二部我们为您送上的依然是听世界。收听节目的同时，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你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1013，每条短信的通信费为50韩元，长的短信是100韩元。多多参与我们的节目哦。那欢迎回来，这里是听世界，坐在我旁边的依然是今天的嘉宾兰兰。Hello， 大家好，还是我兰兰。好的，那我们今天旅行的地方是韩国的江原道嘛？嗯。
那秋季江原道是赏枫叶的，好，哇，是枫叶。这里是就是有一个地方叫雪月山 （Soraksan），特别特别的美，尤其是在秋济州岛叫什么山？怎么感觉名字有点像啊？不是，不是，我知道，哈拉为什么感觉有点像？哈拉山，哈拉山，它叫什么山？这个是这个雪月山 （Soraksan）。Soraksan。对。哦。哎呀，差点把我考住。好的。它这个雪月山呢，是秋天的时候，应该是秋天来的最早的这个地方，所以说它这个枫叶就是是这样。整座这个山啊，就是一片片大一大片的红色，你哇！在远处看，感觉好像真的就是像星星点点的，像火花一样，特别哇！特别的美。所以说，一般就是大家在秋天的时候都喜欢去雪月山登山、爬山。那你去过那儿吗？我去过，但当时我去的去的时地候，方这么多，我没有你那么忙。好好，我好好。你怎不么了？错，你的这个你挺滋润 不要紧张。那这个地方呢，其实啊，我酸了。我第一次去说，你体力比较好嘛，哈，体力好的人呢，其实不用坐这个缆车，你可以自己爬上去。它有很多的这个登山的这但我觉个得路体线。力好，我还是想坐缆车。啊，想坐缆车可以，可以坐缆体力车。虽好，但是能坐缆车，我们就坐缆车吧。我只有一次是这个爬上去登山登上去的，然后剩下几次去都是坐缆车上去的。当然，这能懒，当然得懒一懒 啊，对呀、对吧？那这里有温泉，你喜不喜欢泡温我泉？特别喜欢。啊，真的？那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就是去雪月山，先去爬山，然后它这个附近就有一个温泉，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完美的一个路线。哦，晚上你可以去泡温泉，哇，江原是道那种真的天然温天泉然，它。我今吗？哇！天介绍这个地方呢，是离雪月山特别的近，叫这个雪月山水上乐园啊。它这个地方不光是有温泉，哇，还你有还有就水是，上乐园对呢？啊，它这边我的也可天以呐，我游最喜泳。欢水上乐园的。对啊，这而且它还分室内、室外，室外也非常的大的。然后你就哦，穿这个泳衣啊，或者是穿这些衣服，然后可以去逛。夏天如果有休假的话，必去。对呀，我已可经以想的，好真了。的是。我觉得如果要是这个疫情好一些，我们真的哦，对，可有以。疫情不方便去关了吧？是不是？我不知道现在关没关，但过去我之前去的那时只能候，换一个娱乐项目。那你喜欢泡温泉吗？我特别喜欢泡温泉。冬天的时候泡温泉不是对，更一凉快般吗？就是像秋天啊，或者是冬天，就是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对，就比你较自冷己的一个时人待候。在水里，水是暖的，旁边全是雪。对呀、啊，真的非常，而且这个地方就是我是建议这个晚上也是开的。然后呢，如果说以后有机会的话，晚上可以去泡温泉，那会不会你容就，易感冒？我不会啊，我觉得不会，因为但它你在这个水是，里待着热，但你出来，那你有出来的时间，出来那凉风一吹，不就感冒你了能吗？不能把自己包住呢？也是哦，有道你可以理，用毛巾把自己包住有道理哦，我觉得还好，因为它这个水温非常的热，39度、38度这漂样，亮。所以说还挺热的。而且呢，这个你在周围可以晚上可以看星星，因为哇，看温着泉星星，好好，然后好你就想去泡温泡泉，温泉啊！我们就不该做这个节目的。又让你蠢蠢欲动了 哎呀，好，那下面我们来听首歌曲吧，我需要安静一好，下。我推荐一首非常励志而且很有力量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非常的适合登山的时候听，你也可以坐缆车的时候听。可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美国乐队叫做 Imagine Dragons，他们演唱的一首 Imagine 歌曲，Dragons 那个叫做 Thunder 是他们的歌吗？我看一下我今天介绍这首歌曲呢，叫做 It's Time。好的，好的，那我们下面就来听一下这首来自 Imagine Dragons 演唱的《It's Time》。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Imagine Dragons 的《It's Time》。我在看那个我们的那个 content，真的一直在从头到尾吵到从头吵到尾。我刚才听到那个一声很大很大的笑，不知道到应该是我谁在笑。你应该没我不一般能笑成这副样子的人，大笑都是你的是吗？一般能笑成这副样子的人就是我。好，那我们继续来讲江原道。冬天的江原道，就喜欢滑雪的朋友可以选择去那边。对，因为它这个地方其实刚才我们说就是像什么春夏秋都非常漂亮，但是这里的冬天也一样非常的漂亮，就是尤其是喜欢滑雪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 这人工雪是真的就是自然雪啊？我不是很确定是不是，但我知道江原道下雪下的特别多，尤其是在冬天，所以说它这个我最喜欢雪了。我明白。好吧。小的时候没怎么看过雪，是不是？对。那你会滑雪吗？我滑的真的是很差劲，我是那种这个小脑发育的不是很好，运动神经不是就是平衡能力很差的那种，所以说我一般就是滑的话可以滑，然后我如果是中间摔倒了我就再也起不来了。但滑雪得小心。对，真的是非常受伤。我只敢在这个初级，它这不是分这个初、对对对对初中高，我也只敢在初级，虽然我还没滑过。我感觉我只敢在初级。那我比你强点，我至少还在初级滑过。哇，好不爽。哇哦，怎么来，兰兰姐都比我强。哇，好不爽。没关系没关系，这比我强很正常。我不是那种，我这个人胜负欲不强。没关系，乒乓球比我强。对，我这个人胜负欲不强。还不强，很正常。我接受。哦，都能理解。好成熟啊。当然。这个地方其实呢，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夜晚，它有夜晚也可以去这个滑雪。很多就是特别，对，哦，夜晚滑雪很好玩，是吧？特别喜欢滑雪的人干脆是住在那个地方。这个我今天介绍这个地方叫做龙平滑雪场，永平 ski 场。你看这个地方不觉得很熟悉吗？你肯定看过这个地方。没有，你这里台本已经告诉我了，土给币。但你不跟我说，我看不出来。没看不出来是吗？当时这个女主角出逃之后跑到这个地方，然后这个打工嘛，当时就是在这个地方拍的。所以说，这个滑雪场也是非常，但在那之前其实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地方了。是在这儿拍的，我不知道在就看就看不出来的吧。就是个滑雪场。就怎么看出来这么多滑雪场很多。那如果这里下雪应该肯定很美。非常非常的漂亮。它其实这个地方有很多地方都是这个景点，都是拍摄这个 Tokibi 鬼怪的这个地方啊。这里很多景点吗？很多景点，比如说就是那两个人在海岸边，就这个地方两个人面对面的。哪呀？你知道当时我去的时候还有人租这个专门 租这个红色的围巾。你可以戴围巾拍。戴围巾还可以在那拍。哇，好好。还有就是像这个你刚才说下雪天嘛，下雪天的话它有个地方叫做这个月经寺，我是正常这个地方呢有就是很多的那种你看这个叫冷山林，它这个也是这个两个人在一前一后在这个地方拍摄的。这里好美哎，是吧？这个地方就非常适合这个冬天去，但很可惜我当时去的时候是秋天嘛，所以说没有看到这种白色的这个景象。但是秋天去它你可以看到很多小松鼠。哦，哎，你到时候把这个地址发给我一下，到时候我又安利你了。啊，又安利了。哦，又安利了。今年冬天去一下。太美了。你到时候把地址发给我一下，都发给你。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首歌曲，一起来听来自 Turbo 的 White Love。 我们刚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 Turbo 的 White Love。 那我们继续来看，那今天出了个春夏秋冬，还准备了一个番外篇，还有什么季节吗？没有了。但是呢下面这几个地方是比较适合春夏秋冬随时都可以去。好。其实我觉得这个江原道有些地方真的是不分季节你去都可以欣赏到美景。比如说有个地方叫做羊驼乐园。超喜欢羊驼的。哦，Alpaca World。 羊驼超级可爱的，就是眼睛大大的，然后就它还有一个三个字的名字是吗？啊，
那个字虽然不能说出来，但是它还有三个字的名字，对吧？嗯，你能不能这个，我能不能行吗？注意一下，能不能注意？不，我只是好奇问一下。对，私底，不说出来，不说出来。这里除了这个羊驼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其他动物，比如说像孔雀啊、小鹿啊、骆驼啊、鸵鸟啊，这些都可以。那羊驼呢，其实你可以去那儿也可以喂食。嗯，它都很温顺。<笑> 特别可爱。哦，好，我在我之前我以前去澳大利亚玩的时候也看到过羊驼，超级可爱。那这里的这个羊驼身材稍微小一些，所以你看，哇，特别特别的可爱。而且呢，它真的就是好像养一个，特别的温顺。但你知道它有一点，它上面写了个注意的一点，就是说你进去到它会看到，它上面写说침을 뱉을 수 있으니 出息吧，努拉基马塞奥就这样。出门北对，因为他们比较喜欢吐吐沫，你知道吗？啊，真的。对，所以特别有意思。嗯，看到这个，我们说这个羊驼如果吐吐沫的话，你不要受到惊吓，或者是。那他吐，他很正常的。吐口水的话，是意思是喜欢你还是讨厌你啊？我不是很确定，我没有问过他们。如果一只羊驼对我吐，我会很伤心啊。对呀，就是会觉得哦，他是不是挺烦我的？他是不是讨厌我？ 那康旺都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吗？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美食，这个我们说的江原道道都会想到这个地方，叫做康家翁西米。你还在看这个？哇，喂食是吗？哇，叫康家翁西米，就是它好像是那种，就是用这个小面团儿，里面没有馅儿，就有点像这个我们说的小汤圆儿那种感觉，但里面是没有馅儿的。啊，就像 道一样，像年糕一样。对对对对，就那种感觉，圆圆的，那个也挺特别的。然后还有就是像，你知道这个有一个泰打头的那个，我不能说，有一个这个泰什么什么什么，是吗？咖啡店，那个地方泰打头的咖啡店啊，你不要，你吓了我一跳。我不知道，你不用知道。好吧，我说泰到大家都知道是泰，叮叮叮。<笑> 嘿嘿嘿，这个就是这个吗？对，这个地方，你知道它这个原来其实就是在江陵开了第一家店。我当时去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店是特别特别的小，就是在丛林当中，很小很温馨的一个小店，但它现在已经遍布韩国整个全国了，然后就是很大很大，而且有这个咖啡工厂啊什么的，所以说。 如果大家去江陵，可以去他的这个Punjom去看一看。可以。那今天旅行我们推荐的最后一首歌是什么呢？最后一首歌曲呢，就非常适合坐在这个牧场啊，然后看着刚才那个小动物吃着草听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由韩国的创作型女歌手叫做 Sabana and Drones， 她是一位歌手哈，她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 Stay。 好，那我们下期要去的地方是哪里呢？等一下，我刚才说错了，是 Sabina and Drones。好的，那我们下期要去的地方是哪里？我们之后再定吧。那有哪些好玩的旅行经验都可以通过邮件发给我们，期待大家的分享。好的，那今天也辛苦兰兰了。好吧，又把我赶走了。万一，等，这到时候再说吧。好吧。 突然有一点慌，有一点神秘感。对对对，那我们下周再见。好的，那送走兰兰之后，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歌曲，来自 Sabina 和 Drones 的 Sabina and Drones 的 Stay。
안녕하세요, 로디. 히히, 일찍 일어나는 방법은 외출복을 미리 입고 불편한 상태로 자면 됩니다. 저도 그런 적이 있어요. 네, 진짜 다음날 일찍 일어나야 된다면 진짜 저도 그런 적이 있어요. 그럼 알람을 듣고 깼을 때 아, 나가야 하는구나. 자각이 와서 바로 일어날 수 있게 돼요. 아, 그런가? 아니, 저는 그 다음날 해야 할 거 준비 다 하고 입어야 할 옷도 입고 다음날 알람 듣자마자 바로 나가요. 아무것도 안 하고 바로 나가요. 좋네. 다음 분 9628님. 울포도마 하리버 어디 진짜 신기하게도 내일 몇 시에 일어나야 된다고 속으로 엄청 생각하면서 잠들면 그 시간에 눈 떠져요. 오, 아 진짜 극긴 해요. 예. 해보는 거 추천. I love you, 러디. 감사합니다. 마지막 6932. 러디 안녕하세요. 저는 전날 잠에 들 때 아침으로 무엇을 먹을지 정하고 잠에 들면 아침에 눈이 번쩍 떠지더라고요. 아이고 잘 먹네요. 특히 그게 맛있는 거면 더욱더 활기차게 일어나져요. 이러면 아침을 먹으면서 건강해지고 일찍도 일어날 수 있고 일석이조입니다. 히히. 잘했어요.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明晚我们依然相约晚九点，期待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送上一首来自 Chris Bowers 的 Happy Talk。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